乎没有机会再见到了吧，也很难会见面，因为我在马来西亚。我觉得我最接受不了的是，我们连说再见的机会都没有。现在让你发生死告别，你会最想跟谁发？我给佩玲发啊。我很抱歉，就是我现在要离开，然后希望你在这个节目里面可以走得更远。对，我希望你可以打更多的胜仗，只要你把你对赢的执着再更强烈一点。很开心认识你，然后有机会的话再见面。请蔡维泽进行队友匹配。我很开心遇到他，我们一起完成了一些事情。还蛮棒的交流，加油！你是最棒的。我知道我们可能就不会再见面，这让人蛮难过的。你给他回了什么？我说我也很开心认识他，然后我希望他和他乐队越来越好，有缘再见吧。对，因为这件事我没有跟他说过的话。从来不会跟我自己说我一定要拿冠军，从来不会。但这一次我会。我没有想过会有一个人会让我那么想要拿冠军。我从来不会跟我自己说我一定要拿冠军，因为我觉得是一件很难做到的事情，但是有人给了我这勇气，就是蔡维泽。虽然我在这个舞台2023的 game over 了，但是从今天出来这个舞台2023，我的 game 才开始。希望这间屋子，它的回忆是属于我们的。我曾乐彤在舞台2023的生存游戏结束了，我往后会继续当一个孤勇者。这很有可能是我参加的最后一次选秀节目。我已经不适合了，我相信也不会有人想要再看我再上了啦。我在5年间上了3次的选秀，我累了。对，可以理解成命运曾经垂青过你一次，后来好像运气都还挺背的。命运垂青的点不一样，我第一次他垂青在我的命运，后面几次他没有垂青在我的节目，他可能垂青在我的创作，垂青在我遇到我的人身上。节目绝对不是重中之重，对我来说，但它对我来说终究是一个手段，一种工具。我只是过了可以使用这个工具的时间，我需要把我更多的精力花在其他地方上了。有缘再见。谢谢大家，谢谢。拜拜，拜拜。
拜拜。上微信搜索优酸乳，为你喜爱的舞台点赞吧。本期首先公布内测舞台的酸甜值排名，截止到8月10日24点，大家喜爱的舞台 TOP 3是孟美岐《归途有风》，庆怜 Palabas Kuda 王 OK 爱就一个字，爱就一个字，我只说一次，恐怕听见的。继续公布一公舞台的